你的仔的精神怎样啊？哦，好翻好多了，仲有复诊同食药。慢慢嚟啦，佢会进步嘅。好彩我个仔嘅老细同埋啲同事个个都好支持佢啫。咁你唔使担心啦，有咁多人支持佢，实现嘅。我到啦。精神病患者如果得到家庭各成员嘅体谅，再加上朋友同社会人士嘅接纳同支持，佢哋系可以康复嘅。